还有已经不烧了，你伤口还疼吗？你应该饿了，我去给你煮粥。莲锁，莲锁，不要离开我。好，我不走。你真好，真的。 遇见你之前，我从来就不知道勇敢两个字怎么写。可是当我遇到你和小聪有难的时候，我居然奋不顾身，那时我才知道，你早已经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了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可是秀清说的对，我是有夫之妇，我配不上你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 什么配不配的，我通通不管。你的丈夫离你而去，这么长的日子，他要是还惦记着你，他就应该回来找你。莲锁，你面对现实好吗？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，大哥一定会回来找我的。 大哥，李大贵的事查得怎么样了？我根据你给我的地址去盘安找过了，但那里早已经是人去楼空。他们说李大贵得罪了当地的权贵，权贵派人抄了他的家。大哥，那李大贵现在人呢？杨大哥，你有话不妨直说。好吧，李大贵丢下自己的家人不管，自己逃跑了。 听邻居说，他在逃跑的路上被权贵派的人给杀害了。哎，莲锁，快扶他进房。来，来，娘亲，小聪，你娘亲不会有事的，不用担心。小聪从此以后就没有爹爹了。 叔叔在，叔叔会照顾你们的。杨叔叔，余威，你跟大哥说实话，是不是对连锁有意思啊？大哥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也该娶个媳妇了。既然连锁丈夫现在已经死了，你是不是也该趁热打铁？ 跟他表白表白啊！这一来呀，你的婚姻大事解决了，我也对得起咱们死去的父母；二来，也好断了秀琴对你的念想。
大哥说的有道理，不过眼下连锁她丈夫已经死了，我不方便提及她的伤心事，慢慢来吧。啊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大哥，秀琴的事儿多花点心思，日久见人心。走了。你一躺就是几天，终于可以出来走动走动了。我已经躺了几天了。是啊，我想你一定是气急攻心，所以才会体虚气弱。来，我替你熬了补汤，快趁热喝。连锁，我知道你一直在躲避我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心里头是怎么想的，我不会勉强你，不过现在状况不一样了，你身上的枷锁都已经解脱了，你再也不用背负礼教仁义，再也不用顾及别人的看法。你愿不愿意接受我，让我照顾你一辈子？雨薇，这些日子你为我做的事情我感恩于心，我不是木头人，你对我的感情我都感受得到。连锁，当你不顾风雨为小聪去买药，我心门的钥匙已经在你手上了，当你给我做了斗篷，又对小聪无微不至的时候，我的心门就已经彻底为你打开了。当贾爸上门追债，你不顾一切用身体去救小聪，为他挨上一刀的那一刻，我此生难忘。那你为什么要逃避我？我对你不闻不问，全是因为我已经深陷其中而不知所措。来，就这样。你看，这里就是我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真不错，很适合我。你喜欢就好。那我们进去吧。嗯，来，来，家里有人吗？连锁，大贵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死了吗？谁说我死了？这几年你一直不知所踪，我派人去排案打探，他们说你得罪了权贵，被人杀害了。的确，我这几年在外经商。是得罪了权贵，一直被追杀，但是最后我还是逃回来了。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连锁，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杨余卫，杨公子。这是我的丈夫，李大贵。这位是？哦，这位女子叫朱珍，是我回来的路上看见她溺水把她救起来的，后来我发现她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，所以就把她带回来了。珍儿见过姐姐。我看她怪可怜的，我就想先把她留下来。连锁，你说呢？你想收留便收留吧。来来来，一妹，跟我来。你看一下，这里虽然有点简陋，但是暂时先在这儿住着吧。这里环境真好，
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答谢义兄才好了。妹子，看见你这么可怜无助，我相信任何一个男人。 也会伸出同情之手的。我才不相信呢，别的男人我见过，他们都凶得很呢，只有义兄才会对我这么好。啊，这几天的路，你大哥也很辛苦，很累了吧？要不让义兄我来帮你按摩按摩，怎么样？才不要呢，是义兄累了才是，就让我来为义兄按摩。 减轻义兄你的劳累吧。也好也好，我还真累了。李大贵。 你现在跟你的妻子关系怎么样了？我也不大清楚。其实几年前，我在盘子做生意的时候，就写了一封休书，把连锁给休了。那你为什么要休了他？我也不明白。 他为什么还在等我？那你为什么要休了他？贪图富贵，我在潘安做生意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位富家小姐，只要把连锁给休了，我就可以娶她，享受荣华富贵。可没想到，后来在潘安。 得罪了一个权贵高大富，他逼害我全家，最后只有我一个人逃出来了。那你这次回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现在身无分文，想回来把大宅的契约弄到手。 两。义兄，义兄，我帮你按摩，你都睡着了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义妹。 其实感觉挺奇怪的，不知怎么的，好像越来越累啊。那是因为义兄真的累了，要不然你先回房间休息一会儿吧。啊，也好也好，相信义妹帮我按摩，也花了很多力气，你也好好休息一下吧。啊，我先走了。哎呦。 这里位置偏僻，躲在这里就可以逃避那个臭和尚的追杀。况且这里阴气沉重，还有男人给我吸阳气，治疗我的伤势修炼仙法。哼，真的是最合适不过。娘亲，杨叔叔的来。 坐吧，吃吧，来，坐下来吃吧。好，杨大哥要是不嫌弃，就坐到我这边吧。对呀，大家自己人，坐吧，别客气啊，坐。真的没想到，我还有命，会来吃到你亲手做的菜。我还记得，这菜是你最喜欢吃的，来，多吃点。谢谢。来，小松啊，你也吃啊。 我不要吃菜，杨叔叔，我要吃肉。来，
杨大哥，你怎么都不吃啊？来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我房间里的床有点晃动，不知道是不是床脚坏了，你能帮我修一下吗？可能是榫头的问题，调整一下应该就可以了。好啊，那等你有空的时候帮我修一下好吗？好。刚才我帮你夹菜，你都不帮我回家吗？啊。啊，这块肉我要吃，她是女的应该吃菜，把这块肉给我。小聪，小聪说的对，我也喜欢吃菜，这肉啊就给小聪好了。来，吃菜。连锁。啊，大贵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其实也没什么事。对了，连锁，请问我离开了家那么久，家里有什么事发生吗？自从你离开之后，贾爸他们就上门追债，我跟小宋没有办法，就只好扮鬼吓他们。后来为了躲债，我们就昼伏夜出，直到杨公子来了，我们才改变了白天睡觉的习惯。哦，那为什么你不带着小聪先离开避避风头呢？这里是我们唯一的家，我怕我带着小聪走了，你就再也找不到我们了。唉，都是我不好，离开了那么久，让你母子俩受苦了。但是你放心，我现在回来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们两个受苦了。现在既然你回来了，我就安心了。只是贾爸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扮鬼吓人的事儿，也来过，上次是因为伤了余味，所以就没再逼债了。我怕他们迟早还会再来的。啊，你放心吧，欠贾爸的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他们的。倒是我想问，为什么现在家里多了个男人？你们，大贵，你千万别多想。啊，那这个杨余卫怎么会住到我们家里来了？杨公子，是因为买了这个房子的污气，我没有办法赶他走，所以就只好让他住下来。原来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。林总，能够原谅我吗？我现在回来了，我们还能够回到从前吗？你还是在怪我吗？没有，我不是怪你，只是你离家多年突然间回来，我有点不适应你。我明白的，那我看我还是先住到厢房那边吧，等你再接受我了，我再搬回来。那你早点休息吧，别累坏了。一家三口生活美满，我要是继续待在这里，只会丢人现眼，也会让连锁难做。就算连锁他不介意，我也待不下去。杨叔叔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小聪找叔叔啊？杨叔叔，我要你把娘亲争取过来。现在你爹已经回来了，难道你不喜欢你爹吗？
爹对我又不好，对娘亲也不好，我不喜欢我爹，我喜欢杨叔叔做我爹。不过这件事啊，也不是你喜欢我喜欢就能够解决的。还有你爹，你不喜欢那又能怎么样呢？杨大哥，你不是今天答应帮我弄一下床脚的吗？怎么等你等到现在都不来啊？现在都那么晚了，天色也暗了，看也看不清，还是明天弄吧。可是我现在床脚晃得厉害，要是明天再弄的话，那我今天晚上可怎么办啊？要不然小聪今天陪姐姐睡吧。不行，我不能跟陌生人睡。那我就叫杨叔叔陪我睡了。那更不行了，我现在有事要跟杨叔叔谈。杨叔叔，我们走。连锁，我出门了。哎，余卫，昨晚你没帮我弄床，睡得我好难受啊。今天你可有空帮我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得赶着出去卖药。那我可怎么办呢？要不我看这样好了，我看看今天卖药的状况如何，我再赶回来帮你好吗？好，不用了，那么简单的事让我来弄一下吧，杨叔叔不用那么辛苦。既然小聪愿意帮姐姐的忙，那就再好不过了，那就麻烦你喽。小聪，你行吗？行的，就让小聪试试看吧。小聪，哎呀，真乖。那姐姐的事儿啊，就麻烦你帮忙她喽。可是你要记得，真要不行的话，就等叔叔回来，不要勉强，懂吗？杨叔叔，小聪长大了，能帮杨叔叔的忙，你放心好了。嗯，那叔叔出门了。嗯，杨叔叔再 见。走了，早点回来。来呀、啊，来买金疮药啊。来呀、啊，快来买独门秘制的金疮药啊！用了我这独门秘制的金疮药，保你整天神清气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贫僧普渡，施主你好。大师你好啊，大师你想买我的金疮药是吗？你真识货呀。施主客气了，贫僧不是要买药的。哦，这个样子啊，只是我只卖这些金疮药，别的我什么都不卖啊。贫僧路过此地，发现施主额头发紫，所以特意前来提醒。大师，我这是容光满面，怎么会是额头发紫呢？施主是俗人，所以看不到自己额头发紫。那敢问大师，我为何会额头发紫啊？施主身上阴气异样沉重，恐怕是受到妖魔鬼怪所缠。真是可笑啊，大师，你看起来淳朴厚道的，没想到你居然是一个妖言惑众、装神弄鬼的骗子。你想要骗我杨余卫啊，甭想了。如果呢你不买药的话，那请回。施主既然不相信，贫僧也不勉强。如果施主他日发现异样，可以到广济寺找贫僧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什么日子啊，大清早的遇上一个骗子，真是的。其实也没什么。啊，对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以前不是有一只很喜欢的玉戒指吗？一直没有找到，这次我回来想看看还在不在。哎，不过没有就算了。我先回去了。嗯。我回来了。杨叔叔，余卫一定很累了，来。我来帮你拿吧。
辛苦你了。啊，杨兄弟，忙了一天了，坐吧。谢谢。杨叔叔，今天生意好吗？哎，别说了，叔叔今天也不知道是倒了什么霉，早上遇到一个和尚，他居然是个骗子，他把叔叔整天的好运气都骗光，结果呢，今天的药都没卖多少。啊，和尚怎么会是骗子？他叫什么名字？等小松长大要去对付他。那你可要记住啊，他叫普渡。普渡？普渡？哎，普渡大师我认识的，他可是个得道高僧，怎么会骗人呢？我看不是吧，他在那儿信口雌黄的，怎么会是得道高僧啊？已经吸取李大贵很多阳气了，为何伤势一点进展都没有？肯定是那臭和尚出手太重，把我伤得太深。但是不能再吸取李大贵的阳气了。杨玉卫，他是极阳之神，只要能够吸取他的阳气，不仅可以治疗我的伤势，还可以助我修炼仙法。于成，你说连锁的丈夫李大贵回来了，嗯，你之前不是说他死了吗？我也觉得奇怪啊，于卫说李大贵在逃亡的路上躲了起来，好不容易才捡回了一条命啊。这么说来，连锁他们一家就要团圆了，那于卫在那里做什么？不是破坏人家一家幸福吗？要不明天我们去把他接回来。哎，于卫也不小了，他自己做事有自己的主意，我们要插手进去恐怕不太好。那明天我们过去看看，看看余威现在怎么样了。也好。哎呀，看见你们啊，每天都忙得手忙脚乱的，我却一点忙都帮不上。哎，要不这样，连锁，你也教教我，好让我也帮上忙。这些药材长得都差不多。没有做习惯的人不容易把它挑出来，你还是先看着吧，等看了熟悉了再帮忙吧。啊，说的也是啊。啊，杨兄弟，我看你们每天都要上山采药，不但是非常辛苦，而且还大费周章啊。再说这么珍贵的药材采多了，以后是不是很难再采到呢？是啊，我跟杨叔叔每次上山采药都要爬很高很深才能采到呢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来栽种药材呢？是啊，那这样子我们就不用每次上山采药，还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这边挑选了，我先前怎么没有想到呢？我觉得这个办法还不够好。怎么不够好？我看先要买一块地用来栽种药材，最好还要靠近大宅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把大宅改成一个药方，那样我们就可以批量生产了。那要多少本钱才够啊？起码也得要200两。啊，咱们现在哪来那么多钱呢？其实啊，我还是有一个办法，不过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。你说来听听吧，我可以好好考虑考虑。其实啊，很简单，只要咱们肯拿出屋契地契去抵押一下，换了银两，买了地，种了药，再改造药方，到时候请了工人批量生产，有货就有钱，卖了钱再拿去赎回契约，这不是一石二鸟吗？这些我也不是特别懂，余卫要是答应我就答应吧。啊，我也不是不愿意，只是要给我多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么重要的事的确需要时间考虑，你们多考虑几天。
反正我也需要点时间，好好把计划想清楚。一位，一位，大哥，你们来了。哎，我们担心你，所以想来看看你。这，我来介绍，这位是李大贵。幸会幸会，这位是我的大哥，跟我大嫂。李兄好。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，好像听到你们在谈论事情，不知我们来有没有打搅你们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反正我们也谈完了。你们聊吧，我把药材拿出去晾晒。啊，来来来，我帮你。哎，还是我来吧。连锁它不能晒太阳，你们也累了，去休息吧。余卫，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？你指的是什么？你先前跟我说你住在这里是为了照顾他们孤儿寡母，可是现在李大贵回来了，你还要住在这里吗？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。余卫，你要欺骗自己到什么时候？你爱着连锁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没错，我是爱他，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不像有些人摆不正自己的位置。大哥现在在厅里等你，你却要一个人跑来，你这个样子对得起我大哥吗？你不要总拿大哥来当挡箭牌，连锁是连锁，我是我，连锁爱着她丈夫，而我根本就不爱你大哥。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，不用你担心，大哥在等你，你快去吧。你真是好美啊。连锁，你看那边有两只鸟，一前一后的。哎，连锁，你看那边，那边有好多鱼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吸到这么新鲜的空气了。今天看到你这么高兴，我真的很欣慰。谢谢你带我出来。连锁，自从大贵回来之后，我并没有觉得你很开心。你心里头是怎么想的？可以告诉我。说真的，我真的觉得造化弄人。以前我一直盼着大贵回来，后来你出现了，我就萌生了想要跟你一起生活的愿望。可是没想到偏偏在这个时候大贵回来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没有接受他？我承认我对大贵的感情不如从前，但是他是我的丈夫，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事实。你知道吗？每晚当我看见他走进你房间的时候，我的心就犹如刀割。余卫，对不起，这都是我的错。这几天我总在想，他回来了，我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想搬出去住，可是我舍不得你和小聪。你是一个好人，你有这些顾虑体现了你的善良。答应我别乱想了，给大家多一点时间好不好？连锁，你要记得，不管你怎么选择，我都不会怨恨你，但是你一定要顺应自己的心去活，不要为了任何人，知道吗？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。
大贵，您说要办药方的那事儿，我对做生意一窍不通，所以我想问清楚一点，看看是不是真的可行。当然可行啊，你就看看你这些金创药卖得多好就知道了。虽然说现在真是一门无本生利的生意，但若长久下去还是不可行的。我们应该好好的为将来打算打算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这个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我就是想问，这样做值得吗？绝对值得。大贵，这次你这么想办药方，是不是以后都打算待在家里不出去了？对呀。想起以前的我，一直都是没头没脑的想着出外做生意赚钱，都忽略了你们母子。经过这次教训之后，我才明白的，原来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就是你和小聪。我以前犯了那么多的错误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也许吧。连锁，你真的要相信我，我这次是真心要悔改的，所以我才提出办药方，把生意跟家庭合二为一，以后我希望两者都能兼顾。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太好了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再辜负你了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们是夫妻，来日方长嘛。我先回去了。小聪，你爹回来，你开心吗？没什么开心不开心的，反正他把这个家当成旅馆，爱回不回的我都习惯了。这次他要长期住在家里，不出去经商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反正小聪不喜欢他。为什么呢？他可是你爹啊。我爹又怎么样？他对我不好，对娘亲也不好，倒是杨叔叔，我挺喜欢他的，我喜欢他做我爹。娘亲知道你喜欢杨叔叔，但是现在你爹回来了，娘亲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反正我就是看我爹不顺眼，他对你的好我觉得都是装出来的。好了好了，吃你的苹果吧，娘亲会处理的。秀琴，这么晚了，绣花伤眼睛，还是早点睡吧。早点睡，早点睡。你每天除了跟我说这些话，你还会说什么？哼，余伟的事儿，你这个做大哥的也该想想办法呀。哎呀，余伟他自有分寸，我们做哥嫂的管不了那么多啊。那李大贵可是一身债呀，债主又是假爸，谁惹得起呀？余伟本来就已经受伤了，你再这么让他下去，性命可就堪忧了。他的性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再说假爸逼的是李大贵，又不是余卫，他应该没事的。哎，你好，你不管我管。这个姓杨的小子住我李家的房子，吃我妻子做的菜，叫他把房契拿出来，却给我拖拖拉拉的，一点都不知好歹。还好连锁现在靠我多一点，只要我耍点手段，叫他把手上的房契拿出来，我就不相信你小子拿不出来。哎，老板，这匹布怎么卖的？李大贵，好久不见了。啊，贾爷，这么巧啊！大贵啊，本大爷找你找的好苦啊，今天这么巧在这儿遇上你了。哟，有钱买东西了。贾爷别误会，随便看看而已。老大是问你有没有钱还。哎呀，贾爷，如果我有钱第一时间就来找您了。我现在没钱。没钱？阿才，对那些没钱的人咱们都应该怎么办呢？没钱就打到还钱为止啊。那还等什么？不，贾爷走，贾爷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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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架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李大贵啊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一共欠了我多少钱？200两。200两？不对啊，贾爷，我记得我只跟您借了50两，怎么变200两了呢？利加利，利滚利，到了现在可不就是200两吗？哦，好好好，200两就200两，你再宽限宽限，等我拿到钱我一定还你。大鬼呀、啊、不是贾爷不讲情面，就算我宽限你几天，你上哪儿弄银子去？贾爷也很为难呀。来，继续打。是是，我心疼为你碎落了一地，想起初爱你的回忆如泪如迷，感谢你给我誓言，可怜我怀抱心愿，与你的爱不会变，如我的白发擦不尽沧桑。牵挂。